如果是一家大小来台南玩的呢，我就推介你来这间酒店了，因为它是全台唯一一间和 Cartoon Network 联成的酒店来的。为期三年的联成活动是今年三月推出，全新两层主题客房的楼层运用了大量台南地方元素，设计很有特色。而54间 Cartoon Network 主题客房入边，更加有唔同嘅卡通公仔设计陪住你瞓。单系基本房已经有超过300平方尺，真系好阔落啊！而房入边嘅沐浴用品、茶包饮品都好齐，仲有埋床头灯掣、充电位又多，好 user friendly。如果大家带小朋友来住的话，记得提前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会帮你准备幼儿用品，例如小朋友牙刷、浴盘、还有 BB 床等等，感觉真的很贴心啊。另外酒店里面还有户外游乐操场，有得坐小火车，场里面更加有电动车的八字形车道，由家长遥控，让小朋友可以很安全地玩电动车，同时又有沙池、充气弹床等等。而室内更加有两间主题游乐空间，有煮饭仔、图书馆，也有职员讲故事，更加有 Xbox 游戏用品，可以俾小朋友尽情放电。至于酒店餐厅入边，一样有卡通布置噶，提供自助早餐，款式都好多，而且有唔少台南嘅名物美食。呢度嘅早餐真系好收货啊！最后要带埋酒店位置，够晒方便。隔篱就系新光三月、小西门等等嘅商场，一条马路之隔就系南势图文创园区。无论系位置、设施、服务都好高分。